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师长，下午好。惭愧弟子月溪，今天向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澄净谦和》，略谈传统文化的母教。《易经》64卦中第37卦名家人，卦辞是家人立女贞，注解说：家人之义，各自修一家之道。这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个人本分不同，互相配合以成就一个家庭。孔子说：家人之义，以内为本，故先说女也。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正家而天下定矣。这是说，家为本，因此首重女子，因为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天地之间重要的道义所在。果然能够让家道正，则天下太平就可以实现了。晋宗13祖印光大师有言：天下太平之根本，女子操之代办，即本于此。前清硕儒陈洪谋先生教女移闺序有言：王化始于闺门，家人立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器重矣。今天，习主席倡导国人回归家庭，故有必要略谈一谈古圣先贤对于女子的教育，以其家家和乐且单，举国太平昌盛。一正名，甲是家。家这个字最为人费解者，便是眠，表示居所。下面有一个始，即诸，这是为什么呢？考察上古的聚落，可推知始字的深意。距今8000年前，汉字还远未被造出，我国已然发展出灿烂的文明，社会十分整齐有序。在内蒙古赤峰市的兴隆洼，考古学家在草原上发现了一个聚居遗址，几十户人家聚居在一起，排列井然。见图一。图一，兴隆洼文化的考古地点的俯瞰图，可以看出其聚落排列非常井然有序，由此可以推知其社会是安定祥和的。考古学家发现，我国在8000年前就已经发展出非常灿烂的玉文化，并且在2000年后被位于辽宁的红山文化所继承。见图二。图二，位于内蒙古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的玉珏上，和位于东北距今约6000年红山文化的玉珏下，形制很像，加工手法类似。学者认为，两个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红山文化与上古关于黄帝的传说多有相呼应之处，显示出上古三代之治是历史而非杜撰。可以说，兴隆洼文化是我国华夏文明最早的源头之一。
兴隆洼文化的风俗是居室墓葬，也就是在房屋内挖掘墓穴，埋葬先人，子孙则依旧在居所生活。其中有一个遗址，先人埋葬在屋子的正位下面，旁边又埋了一对完整的猪。考古学家杨虎说，这是祭祖或者陪葬所用的猪。当时的人们生活需要狩猎，雇用猪来祭祖，因为猪不仅是当时狩猎主要的猎物之一，它也正在被驯化成为家畜。可想而知，猪在当时是非常贵重的财产，子孙用贵重的猪来祭祖，用珍贵精美的玉珏来陪葬，显示出后人对祖宗的恭敬孝养之心。此时，羊正在西亚被人类所驯化，成为家畜，及至驯化好的绵羊逐渐经过新疆、甘肃传到中原地区，已经是3000年之后了。所以最早作为祭祀的重要家畜是猪而不是羊。古代的祭祀文化比文字出现早很多。上古的考古发现说明，我国人民将生活中最珍贵的物品来祭祖，时时不忘缅怀祖德的孝道传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创立之初已然如此，真的是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兴隆洼文化长于治愈，有比较成熟的玉文化，说明它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而成，说明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前，这个传承应该有10000年的历史。有了这个考古发现，我们就不难明白仓颉在造字的时候特别在宝盖头下面放一只猪的深意。家这个字就是在向后人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有了祭祖才有了家，有了四方府凑共同来祭才有了国家。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礼记》所言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大事除了打仗之外就是祭祀了。一个国家的形成是由于各地方的人们感到某一位圣王有真实的智慧，能够教育好他的臣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于是就会纷纷来拜见这位圣王，慕求真理，学习教育人民的理论、经验、方法，自己拿回去用，给当地人带来幸福安康。当各个地方的人们都通过与圣王一同祭祀，学到了孝敬存心的生活方式，感受到圣贤教育的真实利益之后，自然对这位圣王产生归属感，也对整个天下产生了亲如家人的感受。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中国这个大家庭得以形成的情况。所以，共同祭祀是家与国得以形成的重要教育活动。上古的天下大同，不是发明创造，也不是格言，而是历史实践，是有着高度智慧的圣贤成功地将多元文化、多元背景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彼此共同协作，创造文明、创造幸福生活的经历总结。如何承继祭祀，全在母亲。母亲生养儿女，
教养儿女，就是承继祭祀。因此，古人对婚礼非常恭敬谨慎。群书治要《礼记》云：“婚礼即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祭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并在注解中说：“敬则能忠，苟则易离。”这是说结婚是两个家的结合，上能够祭祖，传承祖宗家业，下能够有后代，所以要立德以为子孙万代所平依。因此，如果对于婚姻存恭敬的态度，就能够善始善终。但是如果随便的态度，则难免离散。这段记录端正了我们对于家庭的观念，也揭示了现代社会离婚率不断攀升的原因所在。如果对于婚姻采取非常恭敬的态度，对于自己即将迎娶的太太、即将嫁入的夫家上下都非常恭敬，那么这个婚姻必然得善始善终。如果因为两个青年人看着顺眼而很随便的结婚，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就很容易带来始乱终弃、离婚收场的结果。由此可见，家庭的幸福与资产地位无关，它始于对婚姻的恭敬谨慎，成就于通过传承祖德、继承家道，反映在地时祭祀、报本繁始。国人远在文字出现、国家形成之前，就非常重视祭祀，念念不忘祖先，足见祭祀是孝心的自然而然的体现。正所谓视死者如视生，传统文化完全是真情自然的表露，自信天然的流现，没有迷信，也没有压抑人性，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对待生活的自然状态。在这个充满爱心与智慧的家里，贤妻良母成就父子两代君子，真的是君子之道照端乎夫妇。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永远的家，永远怀念的故乡。乙是女，说文解字言女字，为象形字，小篆写为这个样子。文字蒙求，言此字像女子脸翳之状。段玉裁指出，称呼女性为女子，与称呼男性为男子，皆为尊称。所以，古人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尊重是等同的。女字所蕴含的教育就是，身为女性要谦卑、含蓄及脸翳。为什么对于女性要特别强调脸翳呢？此中有很深的教育意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言：“近童子之暴穴，则师友之戒不如辅弼之指挥。”凡指凡人之斗戏，则饶顺之道不如寡妻之毁誉。这是说，在教育小孩子过程中，想让孩子有教养，不能打闹，师友对他的教诫都不如每天在身边照顾孩子的保姆、母亲的指导。要想让一般人都放下竞争、斗争的心，告诉他们饶顺之道，都不如家中的妻子对他的劝谏。因此，身为母亲，她的德行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幸福，
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吉凶。一个充满爱心、诚敬谦和的母亲，才能培养出喜悦、安详、有礼的孩子，才能令家里家外一团和气。陈洪谋在《教育仪规》中，首篇便是汉朝曹太姑颁诏的女诫，而女诫的第一章就是卑弱。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逼若下人也。这是说，女子在家中对家里的每个人都能谦让，都能平等的礼敬，心中总是想着别人而不是自己，从来不会夸耀自己，但是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也是勇于认错，勇于改过。她还要承受许多委屈，但是她都若无其事地承受下来，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非常恭敬而谨慎，似乎是在深渊薄冰上走路一样小心，不让他人生烦恼。这就是她的谦卑，她的柔顺，永远都处在低位，好让一家人都能高高兴兴地生活。见图三。图三，清代画家金廷标所绘《曹太姑寿书图》，从中可见传统文化大家庭的温馨和美好。古今中外，常将母亲比作大地。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神祇，莫过于象征着生命大地的女神盖亚。西方至今还有以盖亚指代地球的说法。足见我国将鲲指代女子与大地，是人类热爱生命、敬畏天地之自然显露。大地胸怀博大，忍辱含垢，而令万物得以生长，正好可以喻母亲之圣德。母亲之神圣，在于身处低位，平等承托一切，从而令生命得以茁壮成长。这就是谦卑之德。易经的牵挂，意象是高山在大地之下，已是谦卑之至。谦卑至此，必然万事得吉祥，故女子是给一家带来吉祥的。对此，汉代的曹太姑特别值得学习。曹太姑本是女史，东汉史家班彪之女，曾帮助父亲和兄长班超完成《汉书》的撰写，才学非比平常，及至做女诫，被河西太后召入宫，教授皇后等女德。后来《汉书》问世，经学家马融跪在藏书阁外，请求向他学习。即便受到如此礼遇，曹太姑依然十分谦卑谨慎，形容自己在夫家40多年，战战兢兢，总怕德有伤，贻亲羞，并教育家中的女子一生务必以卑弱自守。见图四。图四，国画班基序史，显示班昭续写《汉书》时的情形，此中可见女史的谦卑婉约。周易有言，敬慎不败也。女子果然能够守谦守敬，必然能够感得一家吉祥，家道恒昌。谦是因，顺是果，顺是因，和是果。是故对于和睦一个家庭，敦亲睦族首先是谦德，对于培养一位比德于欲的谦谦君子，母亲的谦德十分重要。曹太姑说，谦则德之禀，顺则父之行，
凡是二者，足以合矣。这是真正有智慧的教育，这是长善救师的教育。孔子云：欲不可纵，傲不可长。佛陀教导每一个人，求道勿先忍辱。因此，古人对女子的教育就特别强调用谦卑对治傲慢，用摒弃敛生对治虚荣浮华，用不失随喜对治悭贪嫉妒。这些教育全都蕴含在女这个字中。汉字之智慧真的让人不得不佩服。中国的传统文化，字字句句，点点滴滴，全为成就圣贤君子，全为造就幸福生活。今天的国人拥有这样宝贵的文化遗产，怎能不用心继承发扬光大呢？正因如此，古人总是将夫妻之间举案齐眉、互敬互爱为理想，这是有很深的教化意义。夫妇在家中很容易放逸随便，又因夫妇是最亲近的人，很容易因为看到对方的缺点而失去恭敬心。因此，夫妇之间的恭敬便是君子之慎独。现在社会，由于女性普遍受到西方的教育，多认为恭敬先生是封建，压抑女性。另一方面，男子也会因女子日益强势而惧内，或者变得更加强横。夫妇之间竞争不断升级，家庭宛若战场，这些都是失去礼敬的流弊。深受其苦的不仅是夫妇，更是孩子。是故，现代社会常为青少年犯罪、吸毒等问题所困扰，究其根本还在夫妇。故古人说闺门为王化之源，这是有很深的道理的。丙，是真。说文解字说真，卜问也，这是真字的本意。康熙字典言真，又有正定的意思。上古的占卜最容易被人误解，不仅今人视之为迷信，即使是中古时期已经觉得此举非智。事实上，我们的老祖宗在上古，凡欲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必然整肃身心，认认真真占卜，以期能够做一个利益千秋万代的决定。上古的圣王，他们念念所想的是整个天下，考虑的是对千年之后的影响。虽然古圣先贤已有圣德，但是一发谦卑，他们知道做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非人力所能为，因而毕恭毕敬，以至诚感通，求神助天佑。这是圣人的谦卑和爱心。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国家面临重大决定而进行占卜，必然诚心正念，心安神定，如此才能以忠正之心感得忠正之神谕。这种视天地宇宙为一体的心念，心有所感，境界必有所应，并不是迷信，有高深的科学依据。现代量子力学研究已经证明，彼此相关的基本粒子，当一个粒子受到干扰，另一个粒子无论距离这个粒子多么远，必然同时发生相应的反应。这一点便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亦是贤首国师所言，一念才动周遍法界。正面的心念感得正面的能量，负面的心念感得负面的能量，起心动念不可思议。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更是为念头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印象深刻的证明。所以中国人的敬天尊祖
都有极其深厚的含义，确实发人深省。宇宙万物为一体，超越时空的融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深奥的含义就体现在孝字上。孝字上为老，下为子，表示父子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延续开来，就是树穷三季，横遍十方，皆为一体。又说文解字言孝，子成老也。也就是说，孝养父母，让父母安心，善继父母之志，是孝。故孝道在于能够将家风、家道、家学继承下去，由此建立了师道。故好学生能善继师之志，师道的继承在教学，家道的继承在祭祀。祭祀与占卜一样，都是净化心灵，诚心正义，以至诚感通而得天佑。占卜不仅是谦卑，更是正念。故真的引申含义是正和定。女真本意是指女子得其正，心念得其定的意思。也就是说，作为家中的灵魂人物，女子必先守住自己的家，安住自己的本分，如此家得以安。故汉字造字将女子放在房屋里，变得安字。若身为女子，心逐外驰，把家庭荒废掉了，一家人纵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也是家无宁日了。心念得其定，身得其正，这是家人立女真的第一个含义。家人立女真的更深一层含义是，女子是维系家风家教的第一位老师。所以母亲除了全身心持家相夫教子以安定全家之外，更要将心念安住于本善之中。人无完人，一家人聚在一起是多生多劫的缘分，需要珍重珍惜。因此作为母亲，首先就要坚信家中每个人包括自己都是本性本善，本来是佛，坚信每个孩子无论天资聪愚，习气厚薄，皆是孺子可教，假以时日，皆可成圣贤君子。由此生出对家人无限的爱心以及无比的恭敬。在这个爱敬存心之中，智慧自然升起，明白如何改过，以引导家人迁善。这份爱心、智慧以及忍辱，就能逐渐把传统文化的教育带回家中。虽然我们传统的家道家训已经断了好几代人了，就算是我们的祖父母也对此十分生疏，现在追溯起来，似乎只有先秦的古书、六朝的历史、明清的笔记等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所幸的是，师父上人将儒释道三学的根本《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列出来，帮助我们从头开始。前清有鸿谋先生汇集五种仪规，将前人的教诲携其精华整理成册，帮助我们重新扎根。即便如此，又无善教之流弊，依然令我们虽然有名师指导，虽然有文字简明的经典，还是学起来如同隔靴搔痒，不得其门而入。正如同南北朝生于乱世的颜之推先生所言，幼时失教，长大后读圣贤书，往往觉得惊目过耳，而不能铭记露骨的感同身受。在这种情况下，坚信本性本善，仰求祖宗加持，务必认真改过，就成为入德之门。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不断实践，至诚感动，
就成为入德之徒。这就是了凡四训所言之四心：发耻心、畏心、勇猛心及长远心。尤其是长远心最为难得，传统家庭教育断掉好几代人了，我们重新开始振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个个人的一生，即使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可废。若有求速成之心，则很有可能让传统文化家庭教育之复兴断送在急功近利之中，不可不慎。二、实践诚敬谦和。曹太姑在《女诫》第一章就将女子在家中力行圣贤之道总结为三个方面：一、谦让恭敬；二、勤劳俭朴；三、清静自守。以下分述之。我国古代女性常常劝告夫君、孩子不要争名夺利，处处礼让。秦朝末年的时候，镇江一带有一位叫陈英的人，因为事乱而被当地奉为王。他的母亲连忙说：“不行，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一直都贫贱穷困，一下子富贵起来不祥，不如把兵权交给别人。”陈英听妈妈的话，归顺汉军，成为汉朝的开国功臣。女子以勤俭为德，这不仅是中国人如此，古代希伯来文歌颂好女子也是非常勤俭。她们晚睡早起，早早为全家人预备好美味的饭菜，冬天未至，全家人的棉衣都已经缝制好。每天她都在默默的奉献，让家成为每个人温暖的港湾。传统中国女性之勤俭、吃苦耐劳，是许多现代女性对于祖母、曾祖母最深刻的印象。她们从早到晚，安安静静地在家中劳作，一切都井井有条。即使至八九十岁的高龄，只要能动，也是终日劳作不息。她们一生，每天都做出丰盛的饭菜给家人吃，自己却往往吃一些剩菜剩饭，还怕家人不好意思，会念叨说这个菜我爱吃。我们把餐桌上最好的鱼夹给祖母，他们会说这个我不爱吃，你们小多吃点儿。在寒冷的冬天，祖母总是把暖和的新被子留给家人，自己用旧被子，觉得实在是太冷了，就搭上棉袄，可是棉袄也是破旧，落了许多补丁的。我们怕祖母冷，和祖母睡在同一个被窝，祖母还会把我们的冰冷的手放到她的心窝里，问我们冷不冷。许多乡村的老太太，虽然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出过几次远门，但是他们的爱心、敬让、勤劳、简朴，令许多现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子望尘莫及。女子除了勤俭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德行就是贞敬。古代大家族成员众多，难免人多嘴杂，因此守敬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贞的含义所在。古人常将贞敬连用，言女子端庄娴静，见图五。图五，清代画家金庭标所绘的教子图，从中可见母亲的娴静、温柔、慈祥，与孩子在母亲身边的幸福美好。女子能够端庄，别人望之不生烦恼，生欢喜。所谓端庄，是穿着举止都很得当，娴静是女子不多言，亦无是非人我之心。端庄娴静以德化人，则家中种种不和怨怼皆能随着家庭主妇守住心念
清静待人，谨慎做事，无私无我，逐渐得以化解而一团和气。印祖有云，女子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夫妇之结合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不可不恭敬谨慎对待。一门和顺就是在积功累德，是对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但是如果夫妇不和乃至离婚，小孩成长于缺乏母教的环境，日后恐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困扰，破坏社会的和谐。为人父母者都必须承担这些因果，不可不知。三、结语。家是社会的细胞，家之诚在于爱、敬，体现在祭祀上，体现在慎终追远上。真正能够成就一个家的关键，还在于女子真正能够心无旁骛，守贞守静，一心一意护佑家人，成就一个家之和谐安宁的是女子诚敬谦和的品德。上个世纪初，印光大师教导世人，教育好女子是天下太平之根本。印祖的这段重要的开示，便是家人立女贞这柱卦辞的高度总结。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天下治乱之本，在于匹夫匹妇之能尽伦尽分与否。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故一切匹夫匹妇之天职，非独指有爵位者而言也。而家庭之教，母教最要，以人之性情，资于母者独多，居胎间秉其气，幼时则习其仪，其母果贤，所生儿女断不至于不孝。譬如荣经助气，视其母即可知其气之良否，岂待出母方始之哉？国家人才皆在家庭，倘人各注重家庭教育，则不数十年，贤人未起，人心既转，天心自顺，时和年丰，民康物富，唐于大同之风，孰可见于今日？是以优势之事，莫不以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为挽回世道人心之具。以上是不孝弟子近年来学习的小节，弟子努力改过，惭愧不已，至诚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老师学长们慈悲教导，不胜感恩。惭愧弟子月熙顶礼敬诚。我们今年清明祭祖快到了，月熙第一篇文字非常好啊，我想应该在我们这个祭祖活动里面呢，要把它印出来一起分发给大家啊。他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20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的社会啊，大家都懂得都明白啊，200年前落实了啊，100年前逐渐疏忽了，但是都知道啊，真正认真去实践的人不懂啊。那么到现在
60年前，有一些知道的人不多了。60是一家子，这一个家子过去到了今天，你要去问这些常识，就不知道了。所以这篇文章就非常重要。我们在祭祀里面祭奠里头分给大家。必要的时候。我这样想着，这个月夕再发个信，把这篇文章做详细讲解，做一个光碟，在这个祭祀之后的时候，这个文字光碟分发给大家。这是什么叫家了？家太重要了。中国古人，我相信那是10000年前的事情，绝对不是有了文字之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不齐，国就乱了，社会就乱了。家，连现在连家都不认识，什么叫家都不知道。他怎么齐？那么现在非常遗憾，中国自古以来是全世界最重视教育的一个族群。连外国有识之士都感叹，中国人最懂得教育。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现在向西方人学。总认为中国教育太严肃了，没有外国人那么活泼。没有外国人那么自由。中国约束太多了，殊不知那是得了。那个才能造成中国世世代代的长治久安呢。这个族群绵延到现在没有被消灭，看到还要复兴。只要回头，只要找老祖宗这些规矩，我们相信，这要建立信心，对老祖宗有信心，老祖宗确实比我们高明。我们今天这些世界上顶尖的科学家也比不上老祖宗。老祖宗不是不懂科技，如果科技不能跟道德教育并行，这个科技会害人。现在我们深受其害。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有先见之明。德行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个科学技术带给人是幸福。不能不知道。这个我们交给慧荣寺去看看，找个时间，抽一点时间把它讲一讲。这样子我们祭祀这个意思就圆满了，让大家看到祭奠的这个严肃，再能够有这堂课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要祭祖宗，让大家知道。好，第二篇是蔡老师的。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老师学长们好，惭愧弟子李旭今天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唐朝的太宗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
知道从几千年圣哲人的智慧当中去找治国的智慧方法。他命魏征从14000多本书、89000多卷当中选出66本书，所以称群书，将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精要的教诲摘录出来，所以叫治要，编成这一套群书治要，从而成就了唐朝盛世贞观之治。现在的国家社会出现种种的乱象，那应该找谁？要找祖先。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懂得从5000年圣哲人的教导当中汲取智慧，汲取方法。我们现在整个中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之下，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习主席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是最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最重视《群书治要》这部宝典，冥冥中都是祖宗之德在护佑。一，真正的管理，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称君道，总结起来就是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君是领导，领导人要知道自己要把团队引领到什么样的人生境界，所以作为领导要以身作则，知人善任。亲是关怀爱护，不分彼此，像一家人一样。师是能够引导教导他，是能够传道于他，传道授业解惑，这是师的角色。真正的好的领导就是做下属的家人，爱护他们，做他们的老师，引导他们，做他们的领导，带领他们提升人生境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所以为君之道在教育为先。教育界必须重视伦理，重视教学智慧的传承，这样我们一代才比一代强。好学近乎智，要用功好学，深入经典，他才会有智慧。我们希望老师们有智慧，老师们好好学，必须谁来带动啊？这就需要学校的领导来带动好学的风气。二，教学为先，教校为本。君是领导，是督导，是主导。做领导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是引领整个方向的，一定要抓到根本，不能本末倒置。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身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群书治要》360卷一第175条。教育的根本在哪里？就是教孝道。德行是本，而德行的本是什么？是孝。教育就要从这里开始。我们人生所有的努力都要从根本去下手，根本建立了，道德随之产生。家道、事业之道才能够产生，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仁爱的根本所在。我们老祖宗的教育叫爱的教育，从哪里开始？
从对父母的亲爱开始，老祖宗通达人性，他这个观察是高度的智慧，发现小孩跟父母那种爱是天性，没有人教的。一两岁的孩子看到爸爸，看到妈妈，好像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他不会说，我要一台轿车才会快乐，是不是？他没有那些欲望，他保留了那个天性。所以老祖宗爱的教育是什么？第一个，终身保持父子有亲的那种亲爱。高昌礼部长原是司法部部长，现在退休了。他在山东做一级主管的时候，每天出门时都会背个公事包站在父亲面前，爸爸，我要上班去了。他爸爸给他整整帽子，好，儿子去。他还保留那种赤子之心。一般五六十岁当那么大的官，可能对父母都很傲慢，终身保持这种天性是最幸福的。再来，把这种天性再延伸开来，对兄弟，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再延伸到所有家族的人，延伸到邻里乡党，所有的邻居，延伸到社会大众，最后不同种族民族的大众，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皆须爱。孟子告诉我们，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亲爱自己的父母，很自然的会亲爱他人，亲爱人民。亲爱人民再延伸，就会去爱一切的生命，不会去伤害他。仁爱心是从家庭里面的孝悌延伸出去，延伸到学校去，老师叫师父，说明师生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延续，同学叫师兄弟，这是兄弟情感的延续。出社会，不管他在哪个行业，都有师父师兄弟，所以都有像一家人一样的道义。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宜于君，是兄悌，故顺可宜于长，居家礼，故智可宜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利于后世矣。群书之要360卷一第175条。他侍奉父母很孝顺，这份孝心再延伸到国家社会去，国家领导人叫君父，他用这份至诚的心来对待国家，对待领导者。现在为什么说忠诚很难找了？因为根没有了。忠诚出于孝子之门，现在各个行业都觉得员工不听话，流动率很高，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下属，这是因为孝道缺失了。所有家庭跟社会的问题根源都在孝道。一个人对兄长对长辈非常恭敬，他到社会当中去，在各个行业当中，只要一看到长者，他就会非常的恭敬他，非常礼敬照顾，所以顺可宜于长。以前中国是大家庭，很多做事的能力，跟人和睦相处的智慧，都在家庭里养成。居家礼是在家里形成的做人做事能力。故智可宜于官，以后当领导或者在哪个行业都有能力去做。在家中养成这些孝悌的品性，
才能在外建功立业，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这个美名就显扬于后世，大孝显清了。汉书里也讲，是清孝，故忠可宜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所以提拔重要干部，先到家去调查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孝子。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根本是孝道，是知恩报恩。祭祀祖先就能懂得知恩报恩，懂得尽孝。所以只要抓到根本，本立而道生，这个学业、家业、事业都能有所成就。为君之道要抓住根本，根本在教育，教育德是本，孝是本。论语云，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只要人有爱心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人有爱心了，互助互爱，世界大同，这个是一条活路，不能走死路。根本找到了，有孝心，再把爱的原点延伸开来，爱兄弟，爱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爱世界的人。三，传统文化爱的教育。传统文化爱的教育核心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教育从四五千年前就开始了，一直传到现在。圣人担忧，人要是没有接受教育，就会跟禽兽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圣人教以人伦，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教育之本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百善孝为先。所以长养孝敬的心是教育之本。孝子一旦当官，都是好的父母官。孝心开了之后，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他的悌就发出来了。孝是根，悌忠信是本，礼义廉耻是枝干，仁爱和平是花果，这是符合人性的教育。孝是侍奉双亲，很自然，他跟父母是最亲的。悌忠信是在整个家族里面敬长，孝敬老人，友爱兄弟，敬长。接着出社会，礼仪廉耻，侍奉领导者，对一个团体敬忠，这是事君。最后是爱众，爱护众生，爱护社会大众，这顺着从小在家庭当中延伸出来的德行教育。忠是尽心尽力的态度，弟子规入则孝，句句都是把人最重要的德行给引发出来。亲所好，力为具，是忠。父母希望他有好成绩，有好德行，他尽力去做，这是忠。对老师交代的事情，一生尽力去做到，这个就是忠。孝顺父母，孝顺他的师父，这是德行的大根大本。父母命，行勿懒，父母交代的事情要赶快办到，不可以拖拖拉拉。现在的人是父母交代的事儿拖拖拉拉，客户交代的事马上去办，那不是信，那是看在钱的份上。对父母不守信，对客户会守信，那个信是假的，
那是对钱守信用，它不是从对父母的这一份信出来的。所以百善孝为先，孝心一开，百善皆开。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教育是性德的教育，他相信人有明德，人有本善。可是西方的功利，他不相信人有这个性德，他觉得人有习性，所以他要透过法律来约束。这是东西方的不同之处。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很相信人，不怀疑人。不好的是后天的习性，这是狗不叫性乃迁。而我们东方的性，因为它是性德的教育，要对得起良心。它的守性不是白纸黑字写下来才守性，它在心里面起一个念头，它都不愿意违背。这是具备八德中的性德。八德中的礼也在孝道之中。弟子规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教须敬听，都是礼敬。义是道义，丧三年常悲业，视死者如视生，这是古人那种情义之浓。一想到父母的恩德，忍不住自己的悲伤，这是义呀。培养廉之德，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一有东西都是先给爷爷奶奶，先给父母吃，他不会有贪念，不贪就有廉。耻是羞耻心，德有伤宜轻羞，这是生怕自己的行为羞辱父母，这是他廉耻的心发出来了。仁德的培养，冬则温，夏则静，这是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达到细微的之处。爱心的培养，亲有疾要先尝，昼夜侍不离床。我们看胡晓琳老师，他母亲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他怕他母亲出什么状况，拿那个线绑在自己手上，也绑在妈妈的身上，一有什么动静赶快起来照顾母亲。你看那份爱有多么的细腻。和是和气，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很和平。什么时候能心平气和？豪气随踏无怨，他一心一意为父母，父母误解他还打他，他心里都没有留一丝一毫的埋怨。这个人这一生都是平的，心平的，不会跟人家起冲突的。由此可见，入则孝一章就是在教我们，孝心一开，百善都开，真的是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身也。孝悌忠信能把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人有礼仪廉耻，有义，就能把百姓摆在第一位，能把人民放在第一位，这样他才能办政治，才能真正以人民的福祉为先，这个才是民权。礼仪廉耻是国之四维，从政者如果疏忽了，就会贪污了，民主制度就变成政客拿来玩弄的。所有出现的乱象都跟没有这十二个字直接相关，只要恢复了这十二个字，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例如有了孝悌忠信，就会修身齐家，有了礼仪廉耻，就能带好自己的团体，做社会的表率，这也是在利益国家。
有了仁爱和平，就会重视社会福利，去爱护他人，民生问题就克服掉了，爱心更扩大到平天下。落实了这十二个德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每一个人都做得到，在哪里做？就在自己的家庭，在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这个行业做就做得到。四，传统文化的管理实践，修身。君道，实质的落实，就是我们老祖宗讲的三宝，君、亲、师，这是世间最重要的三个角色。这三个角色能正，天下就安定了。君是带领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亲是父母，代表家庭。父母有智慧、有德行，下一代就会出人才，有了人才，国家、民族就会强盛。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安定了，社会一定安定，国家一定越来越兴盛，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亲很重要。接着是师，老师循循善诱，不疲不厌传道授业，要把人生每一个角色扮演好，要把领导的角色扮演好，这三个精神一定都要能契入。我们要像家人一样去爱我们的下属，这是做之亲。我们要引导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就要有正确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要能抓住机会点进行机会教育，这是做之师。所以君道以身作则是重要原则，知人善任是关键。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又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修身从修这一颗心下手，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要有真诚。真诚容不容易？真诚是每个人都有的。身要怎么修？就是去掉我们的习气，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这个都跟和谐一个团体有关系。所以我们一谈到和这个字，会想到什么呢？和爱。和从哪里来？你处处爱护他、关怀他，当然就很和谐。夏王大禹给他后代的教诲说，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秦荒，甘酒是阴，峻雨雕墙，有益于此，未获福亡。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则群臣之所要矣。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内作色荒是好色，外作情荒是去玩乐。甘酒是阴，是喜欢饮酒作乐，听靡靡之音。峻雨雕墙是喜欢住豪宅，开豪车，这些都是欲望。领导国家的人，这些欲望中假如有一条，国家就会败亡。一个领导者，一个君主，最大的祸患没有比爱好虚名更大的。群臣只特别会巴结谄媚的人，底下的实际情况就传不上来了，因为领导只想听这些好听的。家败于奢，人败于义，讨人厌败在骄。
勤俭才是有福的人。孩子假如用水用电都为天下着想，这样的教育是带给孩子一生幸福。因为节俭，孩子自然而然仁爱的心就升起了。大学又说，未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大学讲的上好人，下所感染到的，下也是有道义的人。商汤感召伊尹辅佐，周文王感召姜太公为太师，都是仁义心相交感，这是和爱。有了和爱，就会恭敬尊重下属，会先传递一份尊重关怀。这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也是孔夫子教给我们的。有了这种爱心，就有了向心力，上下就一心，就会和敬。爱没有贪名贪功，这样才能时时为对方着想，不傲慢才能尊重谦卑，这是和谦。谦虚让人家如沐春风，而且领导要谦虚的让功于众。还有和平，要能平等对待才能和睦相处，平等心重要，不能有爱憎的心。这些都是修养，是心地上的功夫。信任不怀疑非常重要，所以要度谗邪，就是讲一些是非，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我们领导者不要受影响。作为领导者的圣人，时时以天下人民的利益做考虑，不会因为自己这个爱憎愤怒而伤害了天下的利益公义。领导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就会出现不顺己意时就生气，而且仍有控制的念头，这都是贪求。反身，让我们来看下面这段话。德行言语应当学，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抱怨带来记恨，宽容乃是智慧。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讽刺显得轻视，尊重增加了解。少说伤害的话，多说关怀的话。伤害形成对立，关怀获得友谊。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命令只是接受，商量才是领导。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批评造成隔阂，鼓励激发潜能。具体来讲，我们的修养落实在每天的言语上面，从德行言语应当学的教诲，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我们处事整个风气都是忘怨记恩，团体一定和谐，一定兴旺，恩欲报，怨欲忘。商汤王说过，正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正公。这是说，我本身自己有过错，请上天不要牵连万方的百姓。万方的百姓假如有罪过，都是我没有做榜样，都是我没有教育好他们，所以罪不在他们，罪由我一个人承担。所以圣人常受天下之责而无责人之心，是以忠无怨，就不会有人埋怨。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个公就是自我反省，而对别人是宽容的，薄责于人，这样
才能远离别人的埋怨、怨恨。孔子说，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不去苛求别人、要求别人，自己先正己做好。真的有这个态度，你做得越好，底下的人越感佩，他会效法你。反身的重点都是能反省、反求诸己。敦亲，君道第三个重点是敦亲，其领导者自己也要齐家，他自己的家能和乐，他的心情愉快，他更有修养来教导孩子。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于？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敬亲之知也，敢不敬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夏、商、周这些圣贤君王一定尊重他的妻子，为什么？他很有道理的，妻子是亲人当中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个角色。为什么？因为太太要祭祀祖先、照顾父母、相夫教子，所以她是主妇。儿子为什么要恭敬？那一份恭敬是因为儿子是祖先传下来的血脉，我们要尽力把孩子教育好，才对得起祖先，是对那一份职责的一种恭敬，敢不敬于？时时都是保持这个恭敬的态度，对妻子恭敬，对下一代恭敬，好好教育他。再来，对自己身体也要恭敬。为什么要恭敬自己的身体呢？因为伤了身体，就让父母担心，就好像树一样，你伤了他的枝，最后就伤了他的根。伤了父母的心，就是伤了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这是孔子在《孔子家语》里面讲的一段话。尊贤，君道的另一个重点是为君者要尊贤。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没有始终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永远顺服的百姓。其实我们看到这里，就是无长安之孝，无恒治之学生，是吧？因为治家跟治团体、国家是一样的道理，怎么样才能安定下来呢？要尊重中层干部，尊重人才，关心他的身体，关心他的家庭，而不只是看到任务、看到那个工作而已，这是尊贤。纳谏，纳谏是要能接受劝谏。舜王讲道，予为汝弼，汝无面从，退而后言。我有哪些为就是做错的地方，你们要扶持我，要帮我指出来。你们不要当面都说没问题很好，然后背后还说我哪里做得不好。五，结语。总之，领导者要有爱心，反求诸己，管理以教学为先，为君以德服人，事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民国时期的治孝，王凤仪善人将君道总结成以下三点，可以作为本文的总结。第一个，永远治己不治人。
永远先对治自己的问题，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先去指责别人。第二个，托底就下。一个领导者永远想着发现人才，栽培人才，这是真正的有忠心，有仁慈心。第三，不假任何势力。我们不假任何势力，是把道理跟下属讲清楚，让他很欢喜，很有责任的来一起完成这个教育的工作。这就是《弟子规》所说的事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这些智慧的教导现在很少能听得到，也很少有人讲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民族的处境是比晚清末年被列强侵略还要危险，因为传统文化面临断根的危险，而且我们很多人不意识到这个危险，所以情况就更加危急。父辈那一代还懂得孝顺，不知不觉30年过去，到我们这一代却是自私自利。什么时候价值观发生颠倒，我们都不知道。真正厉害的是享乐安逸，它让人不知不觉堕落下去，自私自利。因此，一切都是教学为先，这是真理。全世界最重要的行业就是教育。你有再多的钱，再多的武力，再多的所谓外交能力，法律通通解决不了问题，通通根本是人心的问题，只有透过教化才能真正解决。人不学不知道，人不学不知义。人现在就是不知道道义，自私自利，才会有这么多灾难。现在天灾为什么这么多？尚书说，为上帝福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老天降福降灾，不是常在某一个家或者某一个地方，重点是福祸是自己招感而来。一个人如是，一个家如是，一个团体甚至国家亦如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物理和心理是一体的。所以说，人心善，风调雨顺；人心恶，天灾不断。教他做有道德的人，才能解决天灾。有少数的科学家，他在往物质跟精神不能分开的方向一直在研究，现在慢慢快要研究出来了。量子力学的研究有本书《念力的秘密》，他说到以心控物，人的念头、心念可以影响整个物质，首先发生转变的就是身体，意念可以转变身体的素质。英国有个小学4年级的孩子，一个女孩，妈妈得了癌症，妈妈还是单亲母亲，所以他们很苦。小女孩每天给她妈妈写一封信，都是感恩她妈妈，祝福她妈妈，每天写一封陪伴妈妈。半年多以后再去检查，她妈妈的癌症也没有了。他都发好的意念给妈妈，而他妈妈有这样孝顺的女儿，每天心情越来越好，病就去掉了。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真正有仁慈心，怎么会遗弃他的父母？未有义而后其君者，有道义的人决定不会把国家把领导者放在后面，他会放在前面。所以仁义
就能够化解整个问题。可是东西方人都对这些教诲没有信心，所以我们说到最后，信心很重要。请问大家，如何让世人再恢复信心？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把经典如群书治要的教诲做出来，才能让人相信。以上是弟子恭敬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君道》的心得报告。恭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老师、学长教导，惭愧弟子李旭顶礼敬诚。蔡老师的报告所说的是我们先前的社会啊，先前的社会确实出了问题，问题的根在哪里？他说得很好，根是信心，这是最大的危机啊！现在的人不相信老祖宗智慧，不相信老祖宗的理念方法啊，也漠视了老祖宗的经验啊。那他们自己有没有方向目标呢？没有，自己没有，也不相信祖宗啊。他们相信什么？相信科学。科学怎么说呢？拿证据来啊。所以李旭的最后结论对了，我们要把圣贤教诲做出来，做出榜样的给他看，他就相信了。你没有做出来，说的再多，说的再好，他听了也点头，到最后告诉你，这些事情过去了，现在人做不到啊，这才是真正的危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啊，我们做，别人不做，别人不做，我们还是要做啊！我做了一辈子了，过去我说过，我们社会上每个人从事某一个行业，只要把自己本分做好，大家合作，这个社会就非常美好啊。那么我选择的这是教师，这个教师是义务教师，是无条件的啊。释迦牟尼佛走的路，我走了60多年了，越走越感觉到释迦牟尼佛的伟大，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他选择了一个也 一条路吧，对社会大众做出最大的贡献，而让人佩服，是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没有建道场啊，他没家了，他晚上住在树下，白天偷摸，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一生从30岁开始开悟之后教学，教到79岁过世啊，一生说了这么多的经论留给后人，这些东西谁教他的？这一点重要啊，太重要了啊！究竟圆满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我们对他一生的行行仪见到了，相信了，佩服他了，他告诉我，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你自性里头本有的，
不是从外来的。啊，你只要把真心找出来，真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就是道德。啊，就能改变一切。他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英国的一个小朋友啊，对他的妈妈完全有善心，没有丝毫怀疑，有信心妈妈的病居然不需要医治自己好了，这就是精髓心转啊。佛在经上常常说，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从哪来的？念头变出来的啊！所以念头才是主宰，人心的念头清净、善良、慈悲、真诚，他什么病痛都能恢复正常啊！为什么？那个善心的时候能把所有带着病毒不善的细胞恢复正常，就这个道理啊！所以我建立信心，人家不干我干呢、我的老师叫我劝我出家，我出家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别人不干我干啊，我一个人干得很辛苦，反对的人很多啊，什么样的辛苦都无所谓，为什么呢？我们又无所求嘛，每天能吃饱能穿暖，有个小地方睡觉好了，其他不，没有那么多必要啊。啊，统统要放下。这是最有智慧释迦牟尼佛走的这条道路。我越走越欢喜，越走越佩服他，他真是太伟大了啊！那么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教的宗教徒都应该学圣贤，圣贤是无条件究竟圆满的付出，而不要求回报。啊，虽然辛苦，不会走绝路。啊，会有很多人支持，会有很多人帮助。啊，支持帮助，我们的适可为止。啊，不多要求，多要求就会起贪嗔痴慢，烦恼就起来了。啊，不多要求，守住本分，就没这烦恼。好，我们还有时间看底下啊，这个刘老师有一份报告。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大家好。不孝学生分享的心得报告题目为《从群书之要浅谈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备受推崇的治国之道，但是如何全面地理解依法治国，正确认识和处理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面认识依法治国的理念，不仅能使我们有选择地借鉴西方治国理政的经验，更能帮助我们规避西方国家政治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下面我们就通过学习《群书之要》中的一句真言，浅谈一下全面理解依法治国的问题。禁令不明而言行以静乱，妙算不精而穷兵以侵临，由善合以济蝗虫，伐木以杀渡河，捡食以种藻湿，彻舌以逐雀鼠也。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50《抱朴子》。
意思是禁令不明确，却用言行来平定乱象，朝廷对国家大事的谋划不当，却竭尽兵力去侵犯邻国。这就好像割掉禾苗以消灭蝗虫，砍掉树木以消灭蛀虫，吞下毒药以杀死跳蚤、虱子，拆除房舍以驱逐麻雀和老鼠一样。这句话是指，如果遇到问题不能向内求解，而是意气用事向外持求，就会使问题愈演愈烈，最终自取灭亡。禁令不明而言行已经乱，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乱象？国家为什么得不到治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禁令不明确，也就是礼法制度不健全，人们不知道应当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就会肆意妄为。做人没有伦理道德，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混乱。国家没有礼法制度，就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明确的礼法制度对于治国安邦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礼法制度不明的情况呢？第一，无法可依。导致禁令不明的首要原因就是没有礼法可依，人们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混乱，没有行为准则，就会出现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的状况。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却没有统一的道德观念。就像现代社会，我高兴，我愿意，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为所欲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社会怎么能不混乱呢？对比之下，我们就能发现古人治国理政的智慧。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政权取得之后，一般不超过五年就要治理作乐，使整个国家都有礼法制度可循，一切都有了标准，这样社会才得以安定。比如我们经常讲做人要遵循五伦八德，在我们没有学习五伦八德之前，很多人说我自己很孝敬。曾有一个小偷被抓进了派出所，警员对他说，你违法乱纪，你很不孝。结果他很不服气，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孝，我这个人很孝敬，我对父母很好。不学弟子规，不知道德有伤，贻亲羞，都被抓进派出所了，还认为自己很孝敬，这就是因为不懂得做人的标准所导致的。第二，朝令夕改。政令常常变化，而且没有连贯性，也会导致禁令不明。而朝令夕改的现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没有抓住治国理政的根本，致使问题层出不穷，而不得不修改政令。今人不能体会古人治理作乐是源于本性里的自然之德，反而嘲笑礼乐制度是专制帝王奴役人民的工具，而失心自用的结果必然是政策的频繁更改。中国古人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性德，是自然之道，它不仅是个人修身的标准，也是治理国家的原则，不仅在古代适用，在今天也适用，不仅能解决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能根治世界范围内诸如恐怖主义、环境危机等等问题。因此，仁义礼智信被称为五常。为什么称为常？就是因为它是常道，永恒不变。但是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丧失了信心，不懂得遵循自然之道，而用自己的智巧制定了很多法令规章，却无意问题的解决，行不通时就要不断更改，这样就很难使禁令明确。第三，禁令繁多。
少则得，多则祸。禁令繁复，就会导致百姓迷惑。在《群书之要盐铁论》中讲，道敬重，民不知所由也；法令重，人不知所避也。道路多了，人们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法令过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避免触犯法禁。故王者之治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况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因此，圣明的君主制定法令，如日月一样昭明，所以民众不会迷惑；像大路一样清楚明白，所以民众不会困惑。忧隐远方，折乎知之；与夫同父，贤之所避。即使是偏僻幽隐的遥远之地，愚昧无知的人乃至妇女儿童都知道什么是不法的行为而不去触犯。是故法令不犯而欲按不用也。这样就没有人违犯法令，而监狱和刑具也就都用不上了。法令过多会使人民迷惑。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人们误以为社会乱象丛生的原因是法律不够严密，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却没有意识到伦理道德教育的缺失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因此，施政者就把精力放在制定法律法规上，而忽视了道德教育。比如，现在腐败现象很多，一些人就认为，西方国家因为有民主法治，腐败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们只要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搬过来，腐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法治建设的一面，而忽视了西方的民主法治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从西方历史上看，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一种宗教文化，它的政治制度维护了公平正义，但是仁慈博爱、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宗教完成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社会治理也是靠两手抓，一手抓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一手抓仁慈博爱的道德教育。但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仅仅看到了西方重视制度建设的一面，误以为把他们的制度照搬过来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却没想到会出现一体移植的弊端，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同样的制度在西方国家能用得很好，一般到中国就行不通了。比如说，我们借鉴西方的民主制度来选举基层的村干部，但是村民的道德素质和理性能力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谁给他的钱多，他就去选谁，谁能给他提供便利，他就去投谁的票，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挥拉选票、营私舞弊的现象。看了这些问题，就让我们想到了孔夫子所说的一句话：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领导者有德行，无论是什么样的制度，他都不会做出危害国家的事。相反，如果领导者自私自利、以权谋私，再健全的制度，他都能想方设法的钻空子来谋取私利。西方著名的美德伦理学家麦因泰尔写了两本书，一本书是《追寻美德》，另一本书是《谁知正义？何种合理性》。在《追寻美德》这本书中，他就讲到，对于法律的应用而言，它仅仅对那些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才有可能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法律和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如果立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他只想到小集团的利益，不可能制定出公平合理的制度。而即使正义的规则制度制定出来了，还是要由人来推行。
如果执法者没有正义的美德，也不可能把合理的规则推行好。所以麦因泰尔提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去设计正义的规则和制度，而是要回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培养美德作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普遍关注，也得到了强烈的反响。这样的观点其实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的著作中就有所表述，在《群书治要·孙清子》也就是《荀子》之中指出，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认为法不能够独立存在，只有有了正人君子、圣贤人，他才能够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圣贤君子、没有正义美德的人，他就不可能发挥作用。所以，法律和制度是治理的开端和平一，而圣贤君子是制定法律和推行法律的人。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一直都在争论一个问题，到底是制度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在《群书治要·父子》上，用一句话就讲清了制度与人之间的本末关系。明君必顺善治而后治治，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非善治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但是并不是说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够实行达到天下大治的结果，必须还要由贤良之士来推行好的制度。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人并没有否定制度的作用，但是也不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制度、礼法规则就能达到社会和谐。从历史上看，在夏商周三代都曾经出现过天下大治的局面，特别是成康盛世，周成王和周康王统治的时期，监狱40年没有犯人，治理的确实很好。但是虽然这些礼法都记载在典籍之中，他们的后代子孙却不能身体力行这些教诲，没有按照这些礼法去要求自身治理天下，最后也导致了夏商周的败亡。所以我们要认清社会乱象的根源，究竟是无法可依、法规不健全，还是法律法规已经设置好，但是人们却明知故犯？如果认为社会乱象产生的原因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只是在法治的层面解决问题，就会导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现象，这是因为忽视了人心的治理。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具尽其外，虽日行人于世，不能治也。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灭了，欲望高度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刑罚止恶，即使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行为发生。总之，如果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这个社会不仅治理不好，还会出现《汉书》上所描述的情形，那就是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心救火，欲甚无益也。法律条文刚刚颁布，命令刚刚下达，欺骗奸诈的行为就产生了，这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结果事态会越来越严重。相反，如果重视道德教育，重视人心的治理，即使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呢？在《史记》上记载，汉朝兴起之后，
把秦朝的严刑峻法都废除了，力求宽宥，把过分文饰的东西也丢弃了，力求质朴。当时的法网宽疏的可以把吞舟之鱼漏掉，也就是说法律制定的不具体，用现在的标准看可能漏洞很多。但是就是因为重视了道德教育，结果吏治蒸蒸，不至于奸，官员的道德素质蒸蒸日上，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也非常安定。这些论述说明，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腐败现象很严重，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确实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人的贪欲膨胀，人心坏了，这才是更根本的原因。群书之要盐铁论上说，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重，民不愿意。古代的君王首先要完善其礼义，昭明其教化，礼义完备，教化昭明，还有不服从的人，再按照其违法犯罪的程度处以不同的刑罚，刑罚得当，老百姓就没有怨言了。今废其德教而责之礼义，是虐民也。如果没有道德教化，人民因为无知而犯法，则是残害百姓，是不教而杀，为之虐。正如《汉书》中指出，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悖，礼义积而民和亲。在治理国家中，多用刑罚，人民就会怨恨背叛；多用礼义教化，人民就会和睦亲爱。盐铁论中还对刑法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刑法对于治理国家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法便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上书上所说的刑其于无形。为什么要设立刑法？就是要起到警戒威慑的作用，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所以孔老夫子也说，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老夫子也判案，但是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让人们化解争讼纠纷。为什么人们能不起争讼？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古人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所谓的民之父母，本应该是爱民如子。盐铁论中说，故为民父母，饲养及子，长恩厚而已。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对待犯了罪的百姓，就应该像父母对待自己有病的孩子一样，不过是增施恩惠宽厚罢了。爱民不仅是使人们丰衣足食，更重要的是教化民众，更新民风，让每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治理国家必须秉持建国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而道德教化的关键是上所施下所效，国家领导人能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兴起良好的道德风气。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对教育有深刻的认知，知道教不仅仅是言教，更需要身教。除了领导人做表率之外，推行道德教化还必须重新树立起尊师重道的观念。
也就是国家领导人能够把那些有德行、有智慧的贤德之士理请出来，甚至推为一国之师。当最高领导人能够推举、礼敬这些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时，全国上下也就能升起恭敬之心，愿意听从他们的教诲。这样，崇尚道德的风气才能够在全国普遍兴起。广东省潮州市和博罗县通过光盘教学兴办道德讲堂，弘扬传统文化，在短时间内就使得学员转恶为善，改邪归正，收效显著，使得我们深信符合规律的道德教育是行之有效的。群书治要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的精华，是习主席很喜欢读的一部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如果领导干部都能够学习群书治要，思想观念高度统一，相信社会和谐并不遥远。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国家领导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同时，特别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并将其作为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这些政策的制定，汲取了我国几千年的治国经验，足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深刻把握。我们深信，正如尊敬的师父上人经常强调的，中国人只要重新回头找老祖宗，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自己五千年的理政经验治国平天下，定能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以他崇尚道德的文化为全人类带来希望与和平。学生乃初学晚辈，仗重凡夫，报告之中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大德不吝赐教，不胜感恩，不孝学生刘余力顶礼敬诚。今天我们很欢喜，三篇报告都好啊！我想在这一次这个清明祭祖，给与会的大众来共同分享啊！我相信大家读了之后都会感谢啊！这是一堂非常好的功课啊！国家现在在提倡，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半信半疑啊！我们以坚定的信心来拥护，来正干啊，带给大家了真正的信心啊！尤其是他提到这个潮州这边的道德讲堂啊，做了三年非常成功啊，证明人心本善，证明人是很好教的啊，真的上行下效啊，地方官员如果都能落实带头，人民哪有不爱戴的道理
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就学习到此地。